喂，喂，哥呀，我把人车撞了，人让我赔钱，赔多少钱？800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就在前门。等我，马上到。你把我车撞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今天没有800块钱，别想走。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你干嘛？有颜色吗？赔你多少钱？800。怎么这样不完了吗？车钱赔你了，你打我兄弟嘴巴怎么办？那你啥意思呀？兄弟情，起来。